又到了本周强行开箱一些报道的时间，看到刚刚开头的影片了吗？真是有一点喘。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每一年的秋冬，就是各大品牌都会推出像这样子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的一些格纹衬衫。那今天强行就要为你做一系列的格纹衬衫的搭配的报道。那在之前呢，我还是要为大家所介绍一下我今天为大家所着用的一些服装。那在我上半身的部分，我采用本季 Uniqlo 最新发行的一个最新配色一个格纹衬衫。那这次的配色非常的可爱，我个人还蛮喜欢。那在我下半身的部分，又是一个重点，我要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我上目前着用的这一款 StuC Channel 系列的一个工作窄管的工作裤。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件裤子呢？因为在每一年 StuC 必定都会定番所推出像强先生所着用的这一款 Channel 的工作裤。那由于它的版型呢，逐渐在这两年做了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改变，做一个比较窄版、比较合身、比较符合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的工作裤。那当然，这款裤子在质料上面及版型上面都非常的不错，重点是在它的价位上是非常的平价，这是绝对是每一年你必须就是购买的一款 StuC 的定番的窄版的工作裤。在我下半身脚上的部分，我则是为大家所选用了这一季由 Nike NSW 最新发行的 Nike 的 Oco Pants 的侧绑型。那这次比较特别，在这一款的材质上面做了毛巾布的设计，所以呢，它非常符合今年秋冬。秋冬就是要这样温暖的色系以及温暖的材质来做搭配。这就是本周强先生为你所搭配的一些服饰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我们衣店的店员阿庞先生，他来为我们亲自的着用一下，就是各大品牌为大家所推出 EST 最新严选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的格纹衬衫。我们欢迎阿庞。这礼拜呢，强尼先生要为大家所介绍一系列在2011年秋冬由各个品牌最新为大家发行的一些格纹系列的一些元素的单品。那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报道这一次的格纹系列商品呢？其实个人强尼先生，我个人对于格纹衬衫有某种程度上的癖好以及喜爱。我非常喜欢在冬天的时候选搭一些不一样的格纹衬衫。那借着因为它非常多的配色，那非常多的格纹，有细格纹跟粗格纹都不一样。那我每天可以靠着这些格纹衬衫来让我自己在工作上面的心情能够好一些，那也为自己带来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正面的能量。这次讲到格纹这个元素呢，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16世纪的英国苏格兰当地。那当时每个苏格兰家族呢都有一个特定的格纹的纹路，那这些特定的格纹的纹路呢是用来区分每个家族之间的区别。所以呢，这些特定的格纹的纹路呢就代表他们家族的家徽，而后呢则是被广泛的运用在服装上面，所以呢，它是相当具有意义的一项元素，它的经典的地位呢才会如此的屹立不摇。格纹这项元素呢，它虽然是传统，不过呢，它却可以经由近年来各大品牌所不断的推陈出新，而让格纹原来这样子单调的一个元素，让它活了起来。那最近呢？在近年来，在穿着格纹衬衫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你我都会知道的木村拓哉。他在疯狂，他在他所主演的日剧上，或者是广告上，都为了各个品牌做了一些植入性的行销，而让呢整个格纹呢在亚洲的市场变成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项产品。那这一次呢 ，EST 呢特别为大家入合了在2011年由 Uniqlo 以及
日版的 Levi's 所为大家所推出的最新一季的新的配色的格纹衬衫。那希望这一次呢，在今年的秋天呢 ，EST 为大家严选入荷的这一些多种颜色、多种配色的一些格纹衬衫，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好心情，在选配上你一定会也会非常的喜欢。那本周呢，强尼先开箱的系列报道就到此，那希望你也一样跟我喜欢，用格纹来舞动你的人生，拜拜。Okay.